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争冠区半决赛第二回合的一盘主将战，是由国旅联合厦门队的柯洁九段对阵龙源名城杭州队的主将丁浩六段，这盘棋非常关键哈，刘老师。是的，这个围甲比赛啊，这个进行到这儿是都比较关键。然后那个柯洁跟丁浩呢，柯洁是我们的代表人物，然后第一人，然后丁浩是新秀。是的，00后的小将哈。对，这盘为什么选这盘呢？因为丁浩赢了柯洁，这个就这个就不一样了。对，柯洁赢大家没觉得感觉，但是丁浩赢了，这个说明他的实力。所以呢，他这盘棋下的也不错，所以我们来。就是这盘棋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这盘棋呢非常关键，因为是第二回合的主将战。如果说双方4-4打平的话，那将就主将的胜负将决定谁能进入到夺冠的行列就是最后夺冠的。那么这盘棋呢是由丁浩执黑先行的我们来看一下。点33，这很常见。这下了三个小目，但是，双方都没有先挂小目，而是直接点了这个星位的33。好，白棋飞，对，然后黑棋拖了一个在这儿，拖这个白棋拖先。是的。这一带呢是这样，白棋没有选择在这儿长啊或者搬下去的这大型的复杂变化，他挂了那个下了一个有点不落俗套的下法吧当然丁浩对这个布局肯定是很熟练的，他搬出来了。对，关键是这个搬出来的反击啊特别强，特别有力，因为你脱先了，对吧？本来你要是比如说你是长这个是正常的，黑棋比如说长，或者你走这个，对，或者你走这个，走这个他会走这个，这个形势就比较复杂，是的但是你脱先呢，黑棋搬出来非常严厉，然后白棋断掉，这个形成了一场战斗。这一带呢，我们对看了之后呢，看到呢，就黑棋啊，在这儿其实是多了一手棋。他是2-4-6，等于是黑棋先动手了，因为刚才点完了之后，白棋拖了一手先，对，多了一手棋，所以这个战斗对谁有利呢？也不一定。等于这样的棋你拖先了，对，被他断在这里，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战斗。黑棋先动手，但是他是有利的，先动手之后呢，他后面的手法呢就用强了。我们往下看。其实这个战斗呢也是对，它关键是这手棋，这个顶厉害，先顶，这个先顶，它不是先直接挡，是先顶，顶呢和你交换，你得拐下去，然后这肯定得拐，然后再挡。对，这个棋呢，就是说白棋呢，你的两头啊，两头顾呢就累一点，这样黑棋就有强手了，拆出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角呢，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如果白棋一搬，这角上是个大猪嘴。必须这样，你比如说白棋都强了这边都有子了，对，或者这边也有子了，那里面是个死棋，是的，这叫搬点死的大猪嘴。对，是的，这基本功，对，这一点是死棋，这个没错。但是呢，现在都来不及，因为它气长啊，对，外面的气很长，是该黑棋下。黑棋呢，下面呢，他是走了一个什么呢？是他先拐了一下，一个对，这个拐一个也是做准备。其实这个棋呢，它是长的，它实际上搬也有，但是这里面的黑子如果是黑放，如果比如说这个有黑子或者这黑子，那么他可能就要采用这个办法，这个变化非常复杂。但是呢，他现在目前来说，他也是这个有过深刻研究的。对，是的。他是长的。单长。单长。单长呢，白棋先拐一下，拐一个，这个就必须要拐。对对对，这个你要是硬来并不好，比如硬来它会断，正面有反出来，是吧？是的。但是现在呢，黑棋做准备，他两头来，
这面压迫他两头进攻的这个黑棋，我喜欢下黑棋。实际这个变化，他们经过研究啊，实际上是黑棋可以这么下的，可行吗？可行的，是吧？特别而且是要争子有力啊。嗯，对。我们他在压力，在压，实战就这么在压。嗯，长，它是长的。如果你搬的话，它可能会有这个。断的话，他是不是不能打这个，只能打底下呀？就是打这个，他打了之后，他都很多先手。对，这个粘先手的话，好像有点靠不动了。是，如果这个靠不出来，那被跳都快死了。对，他应该只能打底下。打这个你已经那个什么了，已经先被、这个、先被你卡在这里，然后他再已经被欺负了，再走这个、也被欺负。是，如果你是吃掉呢，他这个这好像不太行。这有打一个，然后他挖一个，不，他就不用走，先可以这样单跳。哎，你反正这下总是先手了。这个就很白棋比较艰苦。没错。这艰苦的。然后我们看啊，他实战是退一个，我觉得这个棋呢退一个，他实战他走在这里，对，他的用强啊，他得手了，黑棋用强，用强得手，他这先搬一个吧，这他先手，对，虎一个，然后这个角上杀气很长，因为这个跟他杀气，杀不住，叫不上劲，这尖顶呢，你看我们看实战啊，这个你总是要长出来，对吧？然后冲断，对，他来一个狠的。为什么呢？这个棋厉害呢？因为你打吃，你长，然后再长的话，它能虎下去，就把你吃掉了，争不掉。不是，就是说这个争子啊，怎么争？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个黑子，如何争？争不掉了。横针竖针都不争掉。你两头拐都拐不了，拐它就是这个黑棋，成立。正好是争不掉的，争不掉的，是的，它是拐到这个地方，收不住，就是一从这个线跨到这儿，到这儿呢，你如果在这儿行，在这儿正好不行，这里有黑子，争不死，这个呢，一下子黑棋成立了，对，这个如果下成这样的话，那白棋就属于崩溃了，争子争不掉，你干拿它没办法，这肯定不行，被它闷死，闷死，是的，这个是。这个后面呢，这经过计算呢，这个是黑棋成立的，所以呢，这个棋到这个时候，就现在这个时候，下成这样，这个时候柯洁再大的高手也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黑棋有备而来，有个计算，你这个没有办法，你怎么办？这个棋。他实战是挖了一个，对，实战挖一个，但是挖一个是不是有景气的嫌疑？挖一个有景气嫌疑，或者单长也许是。对啊，我觉得单长好一些。单长他可能粘，粘上了，有可能粘上。粘上的话，白棋会，要冲断吗？冲，他可能是这样吧。如果实在是不能自己爬过去，太艰难了一点，这冲我来不及是吧？行，对，也只能爬一个。对对对，这个也很辛苦，反正也很辛苦。您在二路憋着爬，你吃我那个还早着呢。这个你先委屈的在那儿爬那么多二路，然后人家都在外室，这个棋不好下。而且这个脚，这个搬完了这个冲，还有个打劫。那个你就不要考虑吃它黑棋了，现在你吃不着了，已经吃不着了。就是说你怎么样用它的外面的弱点，怎么样来做文章？做文章怎么走了？但是这个棋呢，总是辛苦，或者你要粘上的话，或者这面爬。这总是有点觉得和这个棋不太舒服，我也觉得是，这总是下的不太对吧？这感觉，也许是单长啊，可能也能继续，但是他这个棋呢，柯洁是走的这个哇，大吃，对，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啊，多数职业棋手说这样的话，这个形是黑棋成立的，只要争子有力，可以用强，柯洁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这个研究或者对这个研究的不够深入，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因为现在用的 AI 的计算法，这年轻人都自己做了准备，都很清楚，觉得接下来会怎么样？再强的高手，不管你柯洁第一人，但是你没办法，现在这个科技研究啊，这个厉害啊，大家都用 AI 的算法，这个一步给你拿住，你也没办法。这是他们的研究成果。现在呢，这个丁浩他是虎的，对，虎的，就是再次说你这个争子没有用，反正你争不掉，你这个打了，这个事没有用，这个是特别郁闷的一件事，就怎么争也争不掉，就是这个打成这样，他要跑，这个先你不用考，没有用，你就下面跑不出来，对，
他就采用这个办法。嗯，现在这个虎呢就更狠，其实你粘上我觉得也可以，粘上呢爬了他还怕什么，这种可能还变化多一点，哎，或者怎么着，这样呢他就是虎呢，他说我基本上就不给你回首余地了。嗯，你总不能这么跳着吧，跳一个我就冲了肩嘛，这好像也很难受，这看着还得爬很 N 个，是，嗯，实战就是这么下的。这样一下呢，实际上你开阿杰再大的本事啊，有没有用武之地，因为他给你局限死了。这几个变化基本上我们叫做棋盘变小，就在这个地方你拿住你就完了，我这目标比较明确，只是把你给吃死的形势就好了。嗯，的确这个时候是黑棋通过这个变化就得手了。往前推就是说这个白棋这个时候现在你看都是不是非常，对，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这个怕这个变化。哦，要不然就人家拖的时候你就接着硬一个，你必须赶快再硬一个，赶快的跟机走。他就是说是都不愿意，就是说马上把变化交换完。对，是的。但是呢，这个变化一下子黑棋抓住之后，经过这个研究，所以那个我们现在很多布局的变化，你下了几次之后啊，它都是有很多这个研究，通过这个电脑啊，我们这个都是有这个深刻研究，这个呢就很厉害。现在这训练手段呢，现在比较科技啊。所以大家看着可能一开始的棋就下的差不多，因为你不能随便变招，你如果随便变招，你可能一下就不对了。对，这个实战、这个、就是深刻的教训。对，下成这样，那怎么办呢？他实战柯洁是走的这个。爬一个、嗯、那也得继续走啊，得往前走是吧。这个对打吃，嗯，然后点一个吧，他是先虎一个，对，然后黑棋压一个，他还不肯被他拐住，其实已经吃掉了啊、他觉得被他拐住，所以现在这两个还是争不掉。因为什么呢？你现在一样争啊，既然是争不掉，这个样争是争不掉的、嗯、是吧，这是争 的你加也没有用，他还可以打出来，对，打出来了、哦、所以呢这个拿他没有办法，这现在目前来说中间是没有办法的、嗯、是吧，那你也只能跟着走，这儿点一个刺一个，对，他是先点这刺掉了、嗯、刺一个然后再打一个、嗯、这都是他的绝对先手。那么这个也都跟着走啊，他是搬的是吧，他跳了一个，这个跳那就比较奇怪这个柯洁下的这个一路上这个有点奇怪了、嗯，我看当时这个跳下完了之后，就当时，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好多人发这个图，他说这个地方是不是摆错了？我也、然后很多人质疑这个问题，您是不是也质疑了？质疑了，我也在记。怎么回事？怎么往一路跳一个？我也再看了一次棋谱，我觉得好像没有看错。这个一路呢，我猜想啊，他想让你交换，对，那就便宜一下。便宜不，我觉得是这样，说如果说人家下一个就是很出乎意料的棋，你得当心、嗯、人家可能是有陷阱的，这个陷阱没有、我这仔细看了是没有。他说据说这个挡住呢，嗯，不一定就白棋就一定就行了，但是可能就一下子就可有点看不清、嗯、白棋好像有个飞，据说是有个飞啊、他是这样的，就黑棋这个情况下只能、嗯、只有这一条路，好像没有别的路，对，这样跑不掉。 这样再来一下，对，是的，然后他这下就有用，本来他拐了扳，他打了可以长，本来 是这样的，本来是他可以拐，对，扳他打了他可以长一个，他不是提的，对，因为这两下白棋都是绝先嘛，你就把它看成这儿都有两个子就行了，嗯，所以他这个是有用的。他走完这个之后，黑棋发现出来变得很困难了、嗯、他只能冲这个如果这两脚挡住，对，然后再冲这个，反正这两下白棋都有子的嘛，嗯，这个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先拐一个、这个再走一个、是吧，对，哇，这个比较复杂了，这就有点可能比较复杂，嗯，它是这样，这里呢有个劫，它提掉它可以打劫，嗯，但是打劫有个什么问题呢，白棋这儿正好有个劫，这个就复杂化了，对，倒是有变化，这就很难说了。但是不是我说这个点它冲一个你有什么办法呢，这多数是冲的、所以说就人家点的时候就是说得小心，是骗招吧，对，得小心，你如果很漫不经心的挡住就发现有可能中刀了，又中刀了，这至少是看不清了，就是这个有什么关系吗，这个但冲一个他就没事了，没事了，冲一个他飞一个然后冲出去他就长出去，那肯定不行，对，那我再挡呢，
在挡吗？嗯。哦。在挡，他就搬就可以了，是吗？应该是吧，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事。不，这个就没有关系，你飞这个没有用啊，他打吃，对吧？你长，那我再锦旗也可以。对，是的，这就没有用。锦旗就行了。哎，这个也没有关系，对吧？是的，不存在有问题。哎，所以他是想。等于骗了你，对，他就想骗他一下，骗一下这个别的晚辈啊。不过，我觉得柯洁能往这一路下出这步棋，这绝对一般人想不到的这步棋啊。不管怎么说，他是骗还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这步棋，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他还是很有想象力的。我觉得一般人想不到。但是这个一路有点太偏了。太偏了，这正好是不成立。如果成立，那是妙手。现在不成立。现在这两个交换是损的。是的。这就适得其反了。你这样不交换是可以的。你这该走什么走什么。他这两个交换完了之后，你这个不成立了。如果你挡了这一扳，不是就死了吗？对，这别的没有意义。他然后再扳，然后黑棋再扳。他这点，这他明显损了。这两个亏了，明显亏。是吧？这亏了，这个下成这样的话，应该说，柯洁，我们这个大柯洁，可能到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实际上现在是黑棋明显优势，明显优势，是吧？尤其你这再损了一个，对，本来现在是他扳住是吧？扳住，然后黑棋就走了一个。哎不，这个本来就要走了，本来因为要不然他走一个，你也得走，反正这是就是外面要插一手棋。对对对，这样的话。明显有，你看黑棋把这个吃掉，白棋是只是得到这个，但是你这个实际上还有味道，不是还有很多断点呢，什么，不叫很厚。这个棋黑棋应该说领先很多，我也觉得是，是吧？黑棋明显好，这目数好大呀。这个一下完了，在正常的情况下就已经是应该说是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还往下看，因为是柯洁啊。后半盘厉害，因为他的实力跟丁浩现在来说还是差着位呢啊，那从等级分还是差很多的啊。其实像在现在这个时候，丁浩啊，他是正常情况啊，这个时候他就走这个靠压一下，靠压靠断了，走这个我就断哦。这样呢，定型，看你怎么走，这样就已经很简明的就简明优势，简明优势，而且我觉得没有无可争了。其实。现在你白棋不管怎么走，你总是不能脱先，在这儿你让你都给你，然后我定型走后，这个看你怎么走。对，哎，你不知道，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走了，你大概可能要角啊或者怎么着啊？哎，比如说你，比如说，就打个比方吧，这个下法不一定好。可以，就这样吧。对，这个我也不知道走哪儿。对，你可以这走哪儿啊？就打一下或者怎么着？打一个，好心疼啊！心疼啊，我都不想打。那你更狠的是这个。这个那这肯定要跑。对，反正我就是这样让你走呢，这个方向给你走啊。你不管怎么吃，完了我就再加工一下或者怎么样，普普通通走，就走个平平淡淡的。这个棋赢啊，赢不是问题，非常简明。我觉得就应该这么下。这样呢是最简单。然后呢，丁浩这个时候啊，他选择的什么呢？他这个时候去拖了一个，我觉得这可能也许优势太大，是有点不会了，是吧？也不错，当然也很好，也没有什么问题，他们也没有大问题，没有。但是这个总归来说，你这个时候就应该赶快定型。这么拖这个虽然也是定式，但是不合时宜。你那面哪怕这个时候不走，我觉得还是应该往这儿走，哪怕走这个也比那个好。也比那个好，这不应该拖他就拖退了，拖退呢被他加工，加工当然也没问题。这个棋啊，他是走的这个，还是黑棋好，他是实战就这么下的啊。再贴一个，对。这样我觉得黑棋为什么不长呢，刘老师？长他怕那个脚上，他觉得这个脚太大了吗？脚是可能。也许会那个什么了，比如说他走这个，尖一个，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他觉得不太舒服，不太舒服，这样，你我走这个，你走什么？你是退还是搬？我有点难受。对呀、是有点那什么，你可能推，你走这个，我搬了立下去，给你站，这个搬了连搬都有可能。搬了连搬都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棋形状不好，不过他这个实战我认为下的挺好啊。它是尖顶的，对，这个到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了，尖顶就挡住。但是呢，这个棋呢，你要给了白棋机会，就是说它这么宽，它总是当然是黑棋还是形势不错，但是
脱退之前那么靠断，我觉得是最简明的下法，而且就无可争议，柯洁要想往回翻呢就要很累了。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你给他距离啊本来很远，你先给他拉近了一点。对，是的。拉近了一些。拉近一点，但是虽然很近但还是有距离。现在你看他搬搬完之后啊，这个它的形状啊对厚了，把它的弱点都给弥补了。没错，这个断点刚才觉得挺严厉的，对啊，现在都没有了。哪怕你当时不靠断就飞起来，这个断点都是很明显的。对。他这个丁浩我也不明白，他赢可能他形势好的那么多，又看你这么损了一个，他就故意把这个距离拉了近。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是然后这个必须搬粘，对，这个这个太大了，要不然被白起白那是这必须的，这不能不能这个漏掉这个棋。但是即使如此啊，白起走了，你看这个形状走的已经很好了，对，你黑棋凑的人家给人家走的多了很多的，但是黑棋仍然很好。现在啊其实你就是应该搬粘，就是应该搬粘，不管你补哪里，我就补这儿吧，那就不管补哪，我这往前跳一个，让你去成空。其实这样的黑棋赢的也是很舒坦，很清楚的，很清楚，因为以后这里加有味道，这里断有味道，这里面中间你慢慢再来看它围成什么样，它也围不大，就算围起来，你黑棋还是好。这样的其实它没什么机会。这个呢就是也是明显的，因为这个前面呢损失太惨重，你的优势你这边的便宜就能够不是白费就能确立。那么现在呢他是走的什么，丁浩呢这个时候他也是年轻啊，这个斗志不减，他是走的这个长出来，长出来是吧，对，长出来，长出来当然也能战，但是这个战斗啊就没那么简明，就稍微的你就复杂一些了。就刚才明明有简明之道的，对，没有选，然后是现在已经人家已经把你全封住了，然后你再把这个断的子再长出来跟人家战斗，是不是觉得好像至少是没那么简明吧，没那么简明了。但是这个你原来你看赢就是已经都占了那么多的便宜了，对，然后你不保持这个把这个胜利果实没有那么简明的保持，现在你把距离就拉近了，现在呢就复杂一些了。现在明明可以不去战斗的，你形势好就不要去战斗了。对啊，现在他走这个，他压了一个，压一个。好，这那柯洁，对他尝一个。那你说这个，当然，你说白棋一定就能够战成白，把黑棋战死那也不见得。但是呢，至少你就复杂化了吧。对，这棋呢，如果说黑棋跳下去，我觉得被白棋扳住的话，这个那就不知道了，多半是双活，我就感觉杀气。双活的可能性大，但是双活好像没什么赚的黑棋。这个那就算你那个就复杂化了，就算你那个里面啊是双活或者怎么样，但是让白棋如果在中间再去走一个，也，他白棋也对也挺大的，确实也很大。他是长了一个，对，长了一个，然后白棋飞的，对，然后黑棋这个复杂化了。其实这个时候你可能不要去断了，还是这个跟着走吧，靠一个算了，靠一个你，对，靠一个白棋，现在靠的话他也立吗？还是说单扳？单扳他是断呢还是扳粘呢？我觉得都可下，这两种选择都断一个是一个选择，扳粘我看也是可以选择的，不，反正总之要先靠一下。这其实用不着断了，用不着断，他是断的，白棋立了一下，对，被他先手立了，这得挡啊，要不然被跳进去没活。对，你要是这个时候去走这个呢，他有可能这一跳啊，你这个脚啊，这个太大，脚要死，脚太大，这个脚不好下，为什么呢？你要冲的时候，他有可能就挤了，对，是的，可能挤了，这里面活啊，进活不容易，进活不容易了，这个棋就麻烦了。对，所以他也没敢啊。对，他就挡了一个，挡住，对，这棋挡住了，挡住了，白棋打。对，这个就搞得复杂化了。那个这个棋呢就不像那么简明了，你这要是有说不清楚的嫌疑，本来是非常简明可以说得很清楚，就直接那么定型，就已经你已经占了便宜了，那么定型大家就非常就形势好是不要去闹事儿，这是一种这名言，对吧？形势好的不要闹事，这都是应该形势还搞不清楚的时候才会下这么下。
哎，这个棋呢下成这样呢，就下面看丁浩的了，先让他靠一 个，的确比较复杂了。嗯，现在呢我估计啊，他是这么想吧，哎，他靠一个，我靠一个他就接上去了，啊，接上这儿有个打，这有个打，这跳出跳出去就行。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是这样，也许，嗯，也许是单打，不是，他就单粘也行。我觉得单粘很简明，因为你跳出去也这还没走吧，这个没交换，哎，那他肯定要粘上。这跳出去他，对，你要走这个呢，他可能把这个这个吃掉，那我把你这些棋筋吃了就合适。因为你这个粘还没有粘掉，那个味道多很多。对，嗯，那么现在是这样，他没走这个，他没走那个，哦，白棋搬了一个，然后黑棋搬这个，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刘老师，嗯。这个局部难道不是应该先打掉再搬的吗？哦，你说这样啊，单打走这个，我也不太懂。嗯，我不觉得说他把这个打掉，他就能杀赢我了，我也没看清。打这个，对，这样能杀赢吗？这个的确非常复杂，是非常复杂。当然，这个局部黑棋是没活，嗯，毫无疑问，他要再加一个才能活。但是这边，我不觉得我打着一下，这有个一路子，你就能断我了吗？这个我不觉得他能行啊，这样断的话我就把这个吃掉就行了嘛。这我觉得他杀不能断，这个不能断吧，这个，他只能往上顶。哎，这个是不能断的，应该是。这个我就粘上嘛，也没什么。嗯，这个，哦，这个也这一挂吃就完了。这个应该这个。这只能单退，哎，单退我就虎吧。这个稍复杂一点，复杂一点，也不见得，也不见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气怎么样啊，我也不敢说，嗯，就好像是个劫，看着像，这样是个劫吧，嗯，这个比较复杂，真比较复杂，嗯，这个比较复杂，这个压这个复杂，嗯，这个比较复杂，但是你我还可以爬，哎，我可以点一个，点不见他冲走他提，不见得行，哦，这个倒不一定，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难说的，嗯，哎。这样复杂化了，嗯，但是他这个棋我看啊，我们看实战，嗯，这棋呢是这样，就是实战呢他不是这么下的，嗯，好，他搬的时候，嗯，黑棋呢他是直接搬了一个，那接下去这棋就很复杂了，就牵涉到对杀呀，脚上的对杀，然后还有这块棋也没有好，这个双方纠缠在一起啊，我们给大家留点时间思考一下吧，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9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季后赛第二回合的一盘非常重要的主将战，是由丁浩对阵柯洁。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这正杀着呢，非常复杂的一个非常复杂，现在就是一个整个对杀的棋，嗯，这个对杀的棋啊，丁浩本来可以简明，但是他就硬着来，这个年轻人气盛啊，他就这么靠了，之后给他把白棋给装进来，但是嗯，这个棋呢白棋也不服啊。我们看这个实战，他刚才这一靠的时候啊，他是本来搬了他能粘住，对，是吧？但是呢，现在是白棋先搬的，他一言不合，对，把这个就放进来了，放进来对杀了，然后搬这个呢，他就要这么杀他，对对对对，这么来，对，白棋立下，这个不能被搬，这是气的要点啊。好，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另外一个对杀，嗯，然后看他实战，他是走的这个，对，打吃，是的，嗯，打吃的时候他是提掉，对，要不然如果长的话，被黑棋一粘恐怕不行了，这走两下那就跳出去了，不，他打这个也可以，这样也行，这个也可以，哎，这个也可以，把这个也吃掉，也厉害，这个也厉害，嗯。这个不行，他提是肯定的，提是肯定，没错，这白棋肯定得提，提，我觉得黑棋不是黑棋也有这个的，有这个。他单走这儿是吗？这个也有好像有。这样的话，白棋是不是就要，比如说先把这个粘一下？粘啊，您不会不要了吧？不要是肯定会要脱先了。可能还是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这好像太大了。不是，我本来说要打这个。哦，要打一下，嗯，那再拐这个。拐这个，对，嗯，这个这里面好像是个打劫还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应该是这个里面走这个赢吗？这样，我觉得好像这个不见得，这个白棋不行，这个白棋不行。你大概那只能挖一个吗？这棋挖一个也
外一个它是走这个，然后再长，这样是不是气不见的？气不见的，不一定是吧？不一定，不一定。再搬，它紧气接上，拆气，白起拆气。对，它这个气是个打结，是什么？它是要走这个。哦，它是冲是吧？冲，你粘然后再打，嗯，打做这个结，但这个结，也是。嗯，好辛苦这感觉。不，这个结反正是个打结。嗯，这个结也当然是黑漆，这个也是有漆。那黑漆这一代是不是有结材？它比如说它斑斓也可以，嗯、对，但是这个白漆这个也有，可以一拼。嗯，这可以拼。但是它是要走的这个，它实战很复杂。这个，嗯，实战，嗯，开结了、这个。这个没有，对，这个没有，这个没交换。这个漆啊。这个，你说说丁浩本来大好的棋，他问你，现在居然打了个天下劫，天下劫，这个劫，他有这个天大劫财啊，是啊，劫财太大了。关键这个被一提，好像黑棋没地方不，你不能硬啊！你如果你硬一个，被他一提，万劫不硬了。这去哪儿找劫去啊？他你走任何，他都给你抓了。是啊，没有比这更大的棋了。嗯，对吧？太大了。现在没有别的，你走任何东西，被白棋这一抓。这个棋不行，允许黑棋在棋盘上随便摆两个，对，但是白棋肯定是把你抓了。不，反正我是是是要不就抓这个，要不就抓哪个，就看你走哪儿。这是个天下劫、嗯，但是这个也了不得，它粘上了，它粘上了，但是这个吃掉也太大了，本来是死棋，现在变活棋，而且脚也把它把个黑棋的脚也给拿掉，这个一来一出一进的也了不得的棋，没错，这个是个天大的劫。但是呢，黑棋有一个好的什么？他把这个也给装进，这个都死了。他一路挡住，他这是个大眼，所以就把它吃掉了。对、嗯，这个棋呢，这个肯定把这个白棋杀了。嗯，刚才那让白棋走也只是个大眼，现在呢、嗯、这个黑棋走的，就肯定把黑棋白棋都装进了、嗯。这么一转换呢，应该说黑棋也还行，虽然那个损失巨大。嗯，总的来说黑棋也不差。形势仍然还可以，对黑棋有利一些，也还是。但是我觉得黑棋最不满意的就是刘老师、嗯，他不能提到这儿。为什么？他提到这儿的话，被人家拐了，打不先手，他不太愉快，是吗？嗯，好像后来也是应该提一样那样的话就是一样的，也一样。如果说能提到这儿，就底下没有这个打出先手的话，那我肯定站在黑棋这一边，就觉得黑棋很不错。不是，他是怕什么、这个你要提在这个地方啊。嗯，他这有个单打，他打这个是吧？哎，对，他是不是有个断之类的？哎，对，有个断，单断。对，害怕这个。哦，那有点看不清了，这就。这个是这个就麻烦，这个倒有点麻烦、嗯。因为他这里有只眼了，你不能断这个，打完了他一活就立了就活了。对，所以呢，他是单走，他粘上了。这个很不愉快，如果能提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好很多。嗯，实战就这么下的，白棋拐一个，现在粘上，嗯，被拐，拐回来，对，然后黑棋把这个提掉，总的来说，哦，等于转了，把黑棋把这个对，就给你吃干净，又把这个破了，但是白棋把这个角给拿了，嗯，这一转来转，实际上就是说便宜的有限或者不便宜，黑棋啊，不管怎么说，本来距离刚开始便宜那么多，距离很大，现在缩小了。应该说到目前为止，黑棋仍然还行。嗯，但是呢，好的有限。对，优势没有前面那么大了、有限了，不像刚开始好，非常明显的优势。现在不管怎么距离拉近了，他不管是这个角啊也很大。把这个都救活了，是吧？现在呢，这个下面就是这个破碎的这个棋子呢，又现在棋盘变大了，是的，要重新来评估了。嗯，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应该也很大，比如说这个吃掉也很大，所以白棋跳了一个，对，这个也可以，然后他打吃，对，打吃。长一个，它是这么下的。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这么下，对，也可以考虑一下。对，这么下，它提掉吗？它提掉，再来一下。对，这个也可以考虑一下。对，粘上。对，这样的话，我觉得白棋，比如说这种，是吧？这就比较复杂了。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其实这么下，挺能唬的。
这个中间呢有点搞不清楚，而且这个我这个能跑出来的，对，是的，以后能跑出来，因为你这个是活的了，现在是活的了，对对，一跑出来就是断开的啊，是的，是吧？嗯，这个可以一考虑。你这个白黑棋走什么？黑棋，如果你只是这么老实的走一下，让白棋这么一走，再打他反的，这个也很可观呐。嗯，这个也很可怕，是吧？他实战他没柯洁没这么想，柯洁稍稍的这个时候啊，可能有点松了，就觉得下他可能也会意识到自己觉得，又回来了，觉得还不错了，这形势步调又回来了，已经回来很多了，的确的 确实回来很多了，但是也没有就白棋就占优。这个棋到现在为止啊，就是那个决议给的图啊，还是柯洁这个时候要落后啊，就是说你形势不优。不见得好。嗯，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嗯，这走了这个。对，这个是挂这个角，这挂这个角是最普通的。我觉得小飞挂挺好的。这是比较普通的，对，是吧？嗯，这是比较普通的，他是走在这儿。这个有点，因为这个可能最多。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颗的，甚至我都想往这儿走。他是走这，好，这是丁浩的独特的想法啊。嗯，然后他点了一个。他主要想。落先手，对，他想先走一下，对，先手交换一下，对，也可以，嗯，可能防一下，但是柯洁觉得这步棋还是大，他还是回到这儿了。这个时候就是说白棋应该走这个，哦，还是这个这个位置是强调要走，非常关键的一个关键，因为什么？这个要跑是先手，对对，你看你先关一下你怎么应，如果你只是挡一个或者哪儿应一个，我已经便宜了，嗯，是吧？总之要在这个地方先看一手，那我能不能跳呢？跳，比如说这个，那他就有可能跑出来啊。现在就跑，不就有这种可能性？他比如说再打一个，那都是有可能的。有点难受，对，因为你这个走一个，这跑出来很厉害的。这个双柱，但是这个被抓掉了，好像有点疼。对，所以说要先走一个，先考验你一下。对，是的，应该这么在这个点是要强调的。嗯，他没有走，柯洁没走，柯洁是走这个，是吧？对，是的。那你这两个就明显的亏了。对，这下亏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个时候就感觉亏的很多。这个是不是要这个时候往前走看一手之后啊？我觉得中间可能发展可能更好，或者你在这个地方啊，先打一打，走走中央是可能更好。在这个一走呢，白棋黑棋是跳的吧？对，他是很跳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这非常重要的，是吧？有可能丁浩他是挺怕人家走那儿的。对，这个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非常好。他如果说刚才刘老师您说这儿，然后他如果能交换到一下的话，是不是就好多了？那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交换一手感觉不一样了。对，再跳起来，再走那就将来总会有点撤走，就不一样，总会有个断点在那里。是。他实战是这样，然后白棋点了这个，对，好，哦，他是靠的啊，对，然后这样，为了补这个防这个跑出来，现在呢，就是说这样一走呢，这儿多了两个的，对中央来说，尤其是这个点在腰眼上，这个有可能给落下来，对，靠了，这要走了，不走你这一段，这有可能直接就或者全给你留下来，或者是这样是吧？是，或者这样。就给你隔断了，对，所以呢，靠是必然的。嗯，哎，他这个棋我怎么觉得次序不对？他是不是在之前走了一个？哦，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点完了之后，对，我想想哦，他是走这个，然后白棋走这儿的时候，黑棋先走的这个，先走，哎，对了，先走这个，我们把次序给大家摆好。在这个时候，他走这个，他是走的这个。这个时候呢，白棋先刺，这个是先手，对。这个时候白棋仍然是要先走这个，对，我想他这个飞过肯，白棋就是柯洁要走这个，他柯洁这个时候他飞了一个，其实这个是服软了，飞一个他就先自己度过了，他害怕什么呢？害怕你黑棋直接过这一跳先手，是的，他有可能一个把你后路断了，隔断了，的确很厉害，但是呢这个棋啊一走啊，整块棋你现在跳他可能不理你了，就直接跑出来了，所以呢应该来得及，这个先攻黑棋，先攻黑棋，好，他是柯洁，他飞了一个，飞一个，然后他跳的跳一个，好，这个实战就
就还原成这样啊，这是正确的，走一个先手，然后呢，靠这个好棋，靠这个，靠这个呢，就来一个转换，哎对，断在这里，这个是要断的，因为你走别的被他一断，是吧？这个棋他断，断一个呢，对，打吃。如果你粘上，他这拐，他把这个给收住，那面让你吃起来很辛苦，你不知道，因为这里面有个打。对，哎，这个棋柯洁是这么想的，这样的话你吃起来很累，这个棋它有可能把你卷进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来了个丁浩，也来了一个转换，他是走的这个，对，他还是要外面，就觉得外面大，他气那面了，对，来了一个滚打包收，对，翻吃，对，在场，再来一下。他说：“再来一下，你这个棋，如果你再跑呢，我这儿我就希望你再跑，再来再打，再打，因为什么呢？靠下去了。哎，他有一个靠下去，他有可能把你这个给靠下来。对，这样白棋哪怕我再补一个，你也是先手，你反正你也得回家，对吧？哎，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在滚打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滚打的时候他不能再跑了，他提掉，提掉，再打一个，对，然后提掉，对，实战就这么下，那么现在再靠呢就不一样了，我最差的情况我能够回家，反正能连上，哎，对，你走这个我能退回家，打吃我反打就回家了，对，你这样呢我也是能回家，对吧，这也能回家，没关系，哎，他这个形状认为这个是回家是没问题的，那么好，那么黑棋呢就在这个地方补一个飞一个，飞在这里，这个就这么个定型完了之后啊，就又去又把棋盘拉拉长，都等于是进入官子了。是的，是吧？慢慢下，反正不着急。对，白棋拆了一个，拆了一个，就拆一个最后的大场了，这算是。对对对对，拆一个。他这个是不是拆这个啊？他是黑棋呢，他把这个吃掉。对，他是吃了一个，吃了也不小，好像吃了很大。这现在都是大官子，这个就吃了好几十目呢，非常大。白棋对刺了一下，刺一个，因为他不刺的话，黑棋有可能先动手要搜刮他，毕竟很大，对，跟他搜刮起来很难受。你如果要我这一靠呢，这个中间你这个很破，我这可通过这个进攻呢，我还能便宜。那黑棋也不要了，索性脱先了，脱先拆一个，拆一个，这个的确这个我比那个还大。现在是白棋靠一个，靠一个。他说你不连呢，我就把你吃了吧。各走各的，各走各的。贴住，贴住，但这个时候已经吃掉了，对，两刀已经吃掉了，啊，可以先慢一点，煎一下，对，它是煎顶，煎顶一下，煎顶一下，既然这你成空了，你要看你走哪个了啊，他如果这样走呢，怕这个都吃掉啊，他还觉得空不够，这时候丁浩也拼了，他是动起来，他这个时候要动手了，他一开始这个点了小木一下，他要发挥这个子的作用，这个非常强硬，非常强硬，对，他觉得那一带他就是有棋的，可能的确在他的眼里这个是有棋，是有棋，不好吃黑棋，不太容易吃掉，对，这个不容易吃，你要这么，反正你这个不容易吃，你有可能越吃啊它味道越大，对，它实战是单长的，长黑棋虎一个，对，这基本就活了，基本上是活棋，因为这个里面的味道不对，你比如说你挡了他，你哪怕立了他，这个立还先手，因为你这个两个是损的嘛，没错，立还先手，行，实战就这么下的，然后呢这个棋白棋虎一个，虎一个点一个，对，是的，点，然后把这个搬了，这个很大，因为他如果说白棋这儿不走的话，黑棋是先手粘，就是你要想吃他们，你肯定要断一个。是是是。然后他这先手粘着了不说，这将来还有这各种各样的味道。我粘是他既然你不走嘛，你不粘掉，本来是黑棋的，对。但是呢，你不走呢，他就干脆把你逆收掉算了，是吧？逆收掉。接住。把这个吃掉。现在呢，其实又是转换了。白棋现在变成吃了这么多，黑棋把这个活各走各的，既然收官了。对。黑棋这个时候收官呢，他是搬了一个，走了一个实战手，
是吧？他也没保留，他就把这个打掉。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是成了一个戏棋局面了。对，还是差不多，好像戏棋局面了，不是差很多的。对，他立的这个，对，立的这个。这个时候就是成了一个非常微细的凭官子功夫了。嗯，但现在呢，就是白棋柯洁又松了一下，柯洁呢他是走的这个，他是粘了一下吧，中间线。中间粘了一下，这个要这个要顶住，粘一下之后去走了这个，他可能判断呢，他的判断是白棋优势了，实际上这个棋应该挡，如果挡上这个棋非常细，很细，或者说白棋还可以很细。挡一个是先手吧？不先手，但跟后来有点区别，就是说，如果说这样对，他打掉，打这粘上，你可能这个，他现在可以脱先，比如说粘上，他这个比如打一个，你这样是粘的，对，他当然他能挡住，对，挡住的话，他也只有立，立一个，对，这个棋呢就收官，比如说让你活，但是这个你角比较，比如说我挡了你角啊，就显得是。黑棋或者我打顶这个，对，黑棋大概团住吧，顶这个，可以，反正这个棋呢，就是说它可以先保留一下，是的，是保留一下，这个里面没多少目，但实战这个不同，实战它是虎的这个，跟这个区别有点出来了，这没挡住它，是吧？这个还没有，我看这个实战啊，它就是粘上，粘上，对，它是粘上，一打，它粘住，然后呢再一挡这个，被这个它拐在这里了。这幕就差出来了。后来的情况是这样，走这个，对，和实战就是有区别。你看这明显脚大了，是的，是的，和刚才那个就多出了往里面缩目了。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形势啊，柯洁就可能是要差一点了。我觉得这种细，就特别细微的地方，就柯洁，可能这个地方丁浩的强项，优势这不是柯洁的强项，我觉得。你这个时候他是加了一个，对，是的加了一个，他退让了，可退让，因为这个冲了之后打了，他能长出来。没错，没错，他这个他是虎的，虎的实战就这么下的。对，然后这个白棋在这儿挤一个，黑棋粘住，把这个补住，是吧？对，他跳了一个，跳一个很大，要不然被黑棋就穿进来了。对，这个收官。收官，这样收官呢，就是说，白棋黑棋来这个逆收是特别的大，巨大是吧？巨大，为什么这里有多出一个打？对对对，多出一个打。他打完了之后，他这个也可以粘出来，对，那个长啊，还有这都有关联。多了一个打，上面有便宜，所以呢，这个棋下成这样是个官子棋了，我们看。实战吧，他是实战就这么走的。白棋跳，然后黑棋断打了一个。断打了，断打到这里。对，这其实白棋应该先把它收掉，这个应该收掉。先把这个粘上。粘上，然后再跳这个，这样是不是要接近一些呢？这样的话，应该说是比较接近，但是呢，应该说这个时候柯洁已经不够乐观了。就是说，还是主要还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本来是这样的棋，就差一点，大家看可能差的不多吧，但其实差不起这一下。但是这个现在变成了这样的棋，真差不起。这个地方是一下子损出来，损了两三目是有的了吧。这棋这损个两三步，你可能就没法下了。对，这个是明显的损。这个柯洁一下子优势，他是优势意识，把这个吃掉之后，他可能觉得他有点感觉，好像自己还不错。那么现在总是这样之后，他这个没有没有被黑棋这么逆收吃掉了。然后呢，白棋收官，白棋搬了一个，对。然后黑棋冲了一下，冲了一个，冲这个。他冲一个是什么意思啊？他希望你挡啊，他收官，他觉得这么收官，对，他这个点断先生是吧？对，这里有，对，他是觉得这样想便宜成这样。那么实战呢？当冲的时候呢，柯洁这个时候意识到这个形势并非乐观，他是冲了一个，贴了一个，对，然后胡打，搬一个，对他这个时候不能粘。为什么呢？这一断打，出事儿了。不是，你不能粘了，只能退让。他这粘从这儿吃出来。对，这个棋它有一个这样的跑出来，这可就，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所以它这个变得很大。对，因为这样的不行，这个不可以，所以呢，它顽强了一下。这个没有。对，它顽强了一下。提了一下。挡住。打吃。提劫，提劫，然后冲了一个，冲打劫，挡住，挡住，再提劫，白棋靠了一个，
那是这个必须要粘手。对，这个不粘呢，一冲一煎，一粘一般打结了。打结，所以必须要走。白棋打吃，打吃，黑棋打吃，打吃，打结，现在然后找结，白棋找结，白棋找结是吧？白棋找结是找什么结？找这儿挖了一个，挖了一个对，挖了一个，提掉，提掉，对，好，这个是啊，这样，对，是这样的，然后呢，在黑棋找了这个结，长了一个，长了一个，长了一个，这个也得要，提掉，提掉，白棋铺，铺了一个，好，它提掉，那再提结，提结，那干脆你先铺了，我就再冲一下。提掉， 提掉，那好，我再提一个是先生，那还一，哪儿还一？是的，再提，再走这个，对，然后黑棋再提，提白棋长了一个，白长了一个，那这个棋不走这一点是死棋，是的，对，盘角去四，对，这个时候黑棋算了，让了，对，他觉得够了，他判断清楚了，哦，然后白棋把这个扳粘，扳粘这个是巨大巨大巨大，就最后一个大官子了，挡住粘住，对。黑棋挤了一个，黑棋先提了一下，黑棋他粘上，粘上，然后挤了一个，走这个。他如果粘上呢，这儿可能他也得回补一部分。差不多，这个时候可能差不了很多了。对，走这个是吧？这基本上就没有了。他把这个提了，提掉。哎呦，那本来是他先手啊。他提完了，这里面有个点是吗？可以抠掉他几目。哦，那都是对，对，抠掉他两目。有一个官子。因为黑棋点的时候，白棋只能苟住。对对对。然后扳的时候这样缩回去。比单扳粘上便宜。单点呢，你可能只能这样，再扳的时候你挡不住了。对。反正他就不管打哪个。稍便宜一点点。对。但是现在已经跟胜负可能没有关系。对，他就扳粘了一下。对。扳粘。然后把这个粘上。粘上，对。黑棋长了一个，这样就不行了。反正还有点小官子，但是这个差距已经很明显，就是你怎么也扳不回来了。对。最后的结果是，就是执黑的丁浩是以一又四分之三子的优势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我觉得这个后面这细节啊，毫无疑问是丁浩发挥的比较出色。就是像刘老师说，他这个挡本来挡住了，好像这棋挡住还难讲呢。但是这个棋啊，丁浩下的不错。确实下得挺好的，他能把柯洁给这么赢下来，那就也是代表了一种年轻棋手的实力。因为这盘棋他们丁浩赢了，他们就杭州队就赢了。对，所以这盘棋非常关键。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